经典动画《七龙珠》粉丝众多，除了各位主角，动画中的大反派弗利沙也有很高的人气。这个紫白配色的宇宙大魔王让粉丝们又爱又恨。日本大型玩具供应商万代 Bandai 推出了弗利沙玩偶，设定竟是让弗利沙变成你的理想上司。弗利沙玩偶被做成了头大身体小的模样，他穿着西装，脸上带着笑，还用邪恶的眼神盯着你，让人心中忍不住发寒。除了弗利沙玩偶，还有同款键盘靠垫，这一套组合名为理想上司弗利沙。键盘靠垫上印着满满的七龙珠反派角色。万代 Bandai 表示，弗利沙玩偶能够督促你认真上班，它可以坐在你的腿上监督你工作，空间时还能陪你喝茶聊天。